称女战神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被周刊直接与迷神秘的眼镜男子深夜一起散步，难不成是好事镜？也被外界联想，难不成是两人正在恋爱当中吗？因为先前陈玉珍的还为这个工作实在太忙了，还上交友软体来交友。求证陈玉珍呢，他强调当天是跟朋友聚会，三男两女去酒吧，也确实是有一点微醺，有点醉，而对方还不算是男朋友啦。陈玉珍还私下透露呢，对方大约大他2到3岁，之前是在聚会上认识的，双方认识的时间并不久，但目前双方都是单身。